朋友们，有句话说得好，努力终将成为小丑，混分才是当下时代潮流啊。这把电风扇啊，我已经三连跪了，我相信匹配机制肯定会让我取得胜利。系统把我排在了五楼，队友把英雄都拿完了，给我留个射手啊，我不能拖他后腿，我拿出我玩的最稳的射手伽罗。这时候对面选了盾闪，不拿了，我直接拿出黄忠，老兵不死，指挥逐渐凋零。一开始我打得非常稳重，因为我怕挨枪啊。后来我看云影在下路露视野了，这时候往出走两步，让西施给阴了。我光顾看打野，忘看对面中单了。但我队友脾气挺好啊，我开局送了一个，谁也没吱声。于是呢，我又送一个，这时候太乙的人坐不住了。下把兄弟你心态有点差呀，我一看队友心态有点崩了，我得努努力呀，我努力了，努力又中点，然后太乙又破防了，来一句你顶着盾闪拿狂暴。这时候火舞发言，哎，狂暴黄忠，我才看见，就在他俩交流这会儿，我又送你，其实也不是送，对面凭本事杀的。这会儿我一看战绩，我0-5了，给太乙战人直接气成典韦了，彻底疯狂。这时候朋友说，接着我知道你打游戏为什么关听筒，不是我关听筒什么原因呢，他骂我吧，我就得骂他，我没有素质，我骂完他就禁言就扣我分，我不敢开。那有句话说得好，以前我打游戏菜，队友总骂我，后来我苦练了一个赛季，现在谁能骂过我。那谈笑风生之间，我也是再次被对面拿下了我的首级，太真人大招都懒得给我，但是这回我死的有价值，我换一个才死的。随后比赛时间来到14分钟，我来到中路，我站那块大炮一架咚咚，就是本哥呀进场开狂炮，让哥直接秒了。这时候我必须跟队友要点画面，我说这狂炮伤害不挺高吗，这一波由于我给对面射手打死了，没有人反驳我，但是下一波我直接让盾闪二闪开团给我背过去，直接没了。这时候火舞发言了，有用有啥用，那狂暴黄忠有啥用，我挺诚实，我也没骂他，我说我带闪现我也反应不过来，我黄忠玩挺菜，给他气完了。这时候朋友们看着我战绩4-11，以为我这把肯定没了，你太低估匹配机制的能力了，我前几把前期节奏老顺分了，后期队友全给你送回去。你看这波啊，风暴龙王在打团呢，敌方盾闪率先赶到战场，但我看不明白他干哈呢，举个大盾搁这块待着不动了，我开大开狂暴，我当当当当给崩没血了。这波团盾闪一点控制没打，一点伤害没卡，风暴龙王让咱拿了，亚莲夸一下穿龙坑里来，不明白什么意思，复活甲也打掉了，剩下云影亚莲跑了，我开一技能往前，我小炮就是点，我后边有伤害了，后期我伤害挺高也起来了，云影也没了，这时候对面掉点3个人，剩下哥雅复活甲让我队友打掉了，我往前挪一步，大炮当当两炮直接给崩死，兵线来了，亚莲还回不了家，那不一波了吗，我真的5-12，我这战绩呀、啊、我能赢啊，对面都得恨不得死啊，我都敢要他命一样。这匹配机制多折磨人，你说全局让人压着打就算了，前期打那么顺，你说这能让我赢了，我5-12。还是那句话，努力终将成为小丑，混分才是当下时代潮流啊，对面5人得老难受了。